特地上 YouTube 看了一下那个犀牛报道，很不错。刘福村，很有爱心，全亚洲拯救最多犀牛的地方就是这，非常厉害。哇，丰盛哎，丰盛哦，丰盛哎。老板，那个你犀牛早上让它出来吃草了，长颈鹿还在关着，红鹤就。他就住在那里，我觉得是这样，可以吗，老板？就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相处的时候有任何的摩擦，我不希望我的庄园发生任何不和谐的事情。但我没办法跟他沟通嘞。我们有驯兽师，驯兽师。哦，好，我来训。对，我早上一直跟红鹤呱呱呱呱呱，真的，他们的头真的一直在不晓得为什么迷之摇摆。哎，坐在这边可以吃看动物吃早餐，蛮特别的哦。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对啊，哎呀，早餐蛮丰盛的。嗯，我有种回到家乡的感觉。真的吗？真的真的。非洲餐哦。对啊，是吗？吃早餐就是一堆鸟在叫。我们吃一吃，要来研究一下犀牛了。哎，不然今天我们昨天有多夸张？我们昨天晚上回房间，我们三个在看那个六福村的。电视，对他们在介绍犀牛，有个专题报道。南非有很多的犀牛，其实我们台湾人有过去帮忙，对，做保育的工作，对不对？在南非，然后但是应该也有很多犀牛专业的知识是从南非那边过来的，是吧？是啊，南非蛮多在那种保护犀牛的，因为现在犀牛就是面临一个危险的状态。就是被滥捕了，对啊，为了那个犀牛角，对。昨天才看到说那个犀牛的什么听力还有嗅觉很灵敏，对，多灵敏，它耳朵可以听到170度。哎，斑马出来了，那个你的马备好了，你等一下出去遛一下吧。哦，它是靠那个身体的条纹识别系统，识别对，互相识别，跟我们那个指纹一样。哦，一人没有重复的就对了，没有重复的，每一个都不一样。那就可以用条码机去刷看，对吧？厉害啊！因为每个都不一样，应该弄一个那个斑马的条码机。像好像只有人类是靠认脸来认对方的，所以在我们人类的世界就是有脸书，因为我们认脸嘛。斑马世界就是文书、马书、条书之类的。对。那他们很无聊哎，划过去哦，这个画面不错，按赞这样。他们眼睛应该是个扫码机吧？那 B 哦，这我哥 B， 好像我妈 B， 把他扫一下，一过去就知道是谁。哎，犀牛今天看起来蛮开心，他一直在摇尾巴，然后尾巴这样一直扫，它勾一下，哦，勾一下了。他们说他们开心的时候会摇尾巴，然后好像帮他刷四肢内侧的时候，他脚自己会张开，真的。刚就看那个，好想看啊！哦，我昨天晚上没看到嘛，今天早上起来看，哇，好认真哦。你压力蛮大的哦，你像今天要考试。对啊，所以没看到。要不要看一下？等等，有什么重点？要看一下哎。犀牛嘴巴开合幅度很小。上下颚均无门牙，可是嘴唇肌肉强。哎，快点，教官在等我们。哎，阿福教官早。三位好，阿福教官早。叫你好，你好，你好，早上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今天我们要来跟你体验这个你们的工作。对，在我们身后这个是你们，我们身后的话是我们的动物医院。哦，对对对，那等一下也会带你们来认识一下动物有什么生病都会往这边跑。其实不一定，对，因为基本上动物医院其实它有一个大小限制啊。那像有我们这边有许多这种中大型的野生动物，没有办法带过来。对，比较偏向于就是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隔离起来，那兽医去出诊啊，主要兽医诊。那当然小型的，我们就把它运过来这边。那我看到你们的车子都蛮酷的，蛮有造型的。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台犀牛车，这个是犀牛车。那我们仿了犀牛的造型，然后会带游客去犀牛的场域里面，然后借由这个车子，然后去教一些游客啊，犀牛保育，然后是犀牛的一些生态习性这样。对对对。那犀牛看到这个车不会想要跟它单挑吗？其实基本上他们不会到单挑，可是他们会喜欢磨蹭。
哦，会过来磨蹭。对对对，因为犀牛的习性，其实他们平常在每天的日常里面，他们有大部分很多的时间啊，就几乎很多的时间就是泡泥巴浴，然后找东西磨蹭，然后是就是抓痒，对，抓痒这样子。这个都是他蹭的痕迹，对不对？对。哇，如果等一下搭车都是安全的，为什么他蹭的痕迹是爪痕的感觉？其实因为他的脚其实就是尖的嘛。它是磨磨的，它全身都就这样。我以为像是，如果说变成三条这样下来，那我觉得我以为像是像小猫咪一样，就是这样没有蹭。它的脚应该说脚跟身体都会蹭。这是什么？现在这个叫声是狮子的叫声。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吗？等一下的话，晚一点会搭另外一台车子带你们进去看我们的肉食动物。哦，对对，好。等一下的话，你们会先帮我们犀牛的一个组别啊，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准备一下他们的一些食物。食物。那我们就先开始做我们早上的工作吧。走。好，那你们现在看到的话，这台车就是我们主要在喂食犀牛的车子。这个就是犀牛吃的稻草，它真的叫盘固拉草。盘固拉。盘固拉的干草。那我们这边的话是早上会喂食干草，然后下午的话再由我们现场的照养人员他们去献割我们这边园区种的一些青木草，就是狼尾草这样子，然后就给他们。所以你们每天光喂食就要花很多时间。对，喂食跟光是喂食，然后像是割草啊，然后准备其实就是花很大的时间。然后等一下搬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口要朝外，反过来的话，他们等一下现场这么高还要在那边转，没问题，可以。好，好，好，哦，这个蛮沉的。这一袋基本上是20公斤，对。那在以前的话，一袋是30公斤，现在已经减少了。要排整齐哦。要排整齐哦。如果没排整齐的话，他们等一下行进过程中就掉下来了。对，这样就不及格了。这样可以吗？这样没问题，没问题。我等一下再来追上。四袋的。为什么我老是遇到第四袋？啊，为什么？没关系，没关系，你先放这一袋，他们等一下就要放面的了。啊，你小心，我们再掉下去。啊！好，记得检查稳不稳哦，不然等一下掉下来就叫你们再回来搬了。哇！下班了吗？好，那还没下班，还有的嘞，对吧？没有啊。那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哎，不是要吃午餐了？哦，还没。基本上动物没有吃饱前，我们是不能吃饭的。哦，对，好。哇，哎，你好，吴医师，你好，我是这边的兽医。你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推荐教学的一个模型。这是放大版的意思？对，这是放大版。哦，吓死我！想那么大。对。是要变成恐龙？就桂园区有恐龙吗？对，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猫科动物啊，或者是一些像是犀牛这种大型的草食动物，所以像我们常常做医疗的时候，没办法直接打针嘛。打针的话，我们会很危险。所以你有去用催眠吗？曾经有唱歌给他听，可是效果不太好。唱歌啦。所以我们才会用推荐的方式。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模型。哦。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它这个原理。这个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为是一支火箭。是。好，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药就是放在这个蓝色的。我们在后面这个呢，就是像火箭的一个燃料仓，我们会放高压的瓦斯进去。嗯。前面会装一个软塞，对，然后把这个洞给封起来。我们注射的洞是在这个软塞底下。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实际的吹的一个演练。你当动物吗？我当动物。吹的技术蛮好啊，你吹的吗？念书就是吗？念书所以是射老师。那就你当动物。不好意思啊，我可以当箭的部分吗？让你们知道说这个灌瓦斯之后会是什么效果。这只是一般打火机瓦斯。对，其实一般的瓦斯都可以。其实你如果是灌一般的空气也可以，只要它是压力，它是高压力的都可以。对，所以我往前面一点点就够了，一点点就够了。其实你气体变成液体的时候，代表它压力已经很够。对，这样子就这样一点点就够了。对，就是插到动物身体之后，这个软塞会往后移，你就会看到，哦，有喷溅出去，对，它的
所以大概像这个大概是两 cc 的药啦。你看你刚喷什么药？水而已，这个是乱水而已。对，水而已。所以它瞬间大概半秒内，这个液体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对，因为有时候打到动物身上，它会痛，它马上会把它剥掉。对，尤其是像灵长类猴子那种的，它会直接拔掉，拔起来。拔掉再往里垫。有真的有一些比较聪明的，或者是比较有经验的，他说你丢我就丢。对，所以其实动物园的动物没有很喜欢兽医啊。那怎么回收这个针头啊？一般来说，动物还是会在笼舍里面，所以它会拔掉。假设它是麻醉的话，那就等它睡着之后再进。有些动物它比较紧张，那我们会有另外的道具去把它捡回来，就长比较长的夹子之类的。我拿给你们看好了，稍等。因为现在有一些越狱犯嘛，因为他们很聪明嘛，会模仿人类嘛。你说要把这个针筒拿去磨成钥匙的意思？不是，插起来就插起来，这样一直磨一直磨，然后磨成钥，然后改天就这样自己再穿。或他们就自成帮派这样，你有没有真相？那像这个就是这个是捡拾的工具吗？我们自己做的，就是可以粘里面那个，是不是？它如果飞出去，你可以魔鬼粘，它魔鬼粘，对，用粘的，就是对。好，那等一下教大家如何就是设计这个吹箭。这个是我们模拟的一个，就是这边最好都不要射到。射四支是没错，没错，胸腔跟腹腔是因为主要脏器，还有头部的部分我们都不会预测，就是四支是比较安全的。没错，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平常练习，希望大家可以打比较需要的分数。那你犀牛怎么打？犀牛不一样，犀牛的皮太厚了，所以它打针是打在耳朵后面这个三角的。它有瞄准器吗？还是没有？瞄准器就是我们自己的眼睛。第一个站。有点像站弓箭，要射弓箭步，对，因为我们不站这样子，站这样子的时候，像我们吹猴子，有些猴子它会来抢你的管子，你就被它拔了。对，所以你闪不掉，它直接过来，对，哦，吹回去，超可怕的，对不对？超可怕。两眼直视嘛，就是对到尖，就有点像开枪那样，然后再对到我要的目标嘛。哇塞！然后吸一口气，嘴巴上唇含上去，啊，像这样，上唇含上去，瞄准。然后嘴巴合上去的时候，瞬间把气都吹出去。好，来哦，大概就是这样。哇，十分，是这样。它可以吹这么远哎，而且力道很强哎。对啊，领悟就可以有人提议吗？哎，怎么样？为了激励你们更认真学习啊，我们这边有个福利挑战。如果说你们这个积分最高，就是射中目标的话，下午的那个打工换餐的部分，其中有一个你可以提出说这个部分我休息。好。十分比较好吧，十二分，因为十二分旁边划不来，十二分旁边又不是十分，对，这是一个投资报酬率。对，就这样子才十分，再怎么下坠也都有八分。对，嗯，这样可以啊，可以啊，我有准备四针啊。哎，其实我想在这边射一天也没关系啊。没错啊，这里有冷气。然后这样嘛。这是宇哥的第一次射击。这样。哇！其实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在瞄哪里，对不对？厉害！不是，其实我是瞄下面那个十分。那我本来想说它有一点点抛物线，但我没想到我的气还蛮够的，就直射到上面。哇！小心针头哦，哎，不要自己试到。你只有瞄12分的了，我觉得。我可以大哥，我可以不用做大哥啊。你可以休息啊。还没王子，所以我现在要以基本上就是一定要秒十二，但你要前面可以打平手啊，十二，还是你要拼？第二件没关系，好，第二件，对你先打个平手。第一件我们先后知区嘛，待会再前知区。嗯，基本分先拿到。好，一定要十二了。好，以前一定要十二哦。不一定啊，打前面有可能会打到二啦，对，很难说，很难说。所以我们要第二针吗？觉得我拼啊？可以挑战前知区。我当然要挑十二，挑战十二分啊。往下掉。节目很辛苦，我们真的在拼福利。啊！我就是没有含住，我就吹了。这个是。这感觉我懂。对，这个是。气死了！刚刚太急，有就是吹出去，我发现我嘴唇还没有完全含好。小心哦，红正加油哦。瞄准十二哦。红正当大哥就这一次哦。啊！哦。那你
那你只能赌几分？你一定要。我来挑战了。你要八分嘛？你八分，八分就平手了。我觉得今天我们三个拼不出胜负，跟昨天差不多，跟昨天一样。啊，紧张了，加油。是十二哎，失败吧？这个这样失败吧？这样失败吧？再给你上诉一次。好啊，好啊，开玩笑，南非王子怎么可以这样？十二分，来十二分，没关系，分下我们两个休息啊。对，我们两个。你们两个分数一样，我们两个 PK 对，好，那我们两个 PK 好。哎，没有，不就是双大哥吗？走，哎，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双大哥是可以的。那你先，好，决胜负，我们比前肢还后肢，还是前肢哦？前肢感觉好一些，前肢，前肢。所以干掉大哥做大哥喽，那我吹两分就好了，我还吹十二分，我来试试看吹十二分。只是我想，可以跪着吗？可以蹲着都可以吗？一般来说我们会站，跪着也可以啊，只是力不好，不好出力。有要配合动物的姿势，对，有时候需要。那我要采取跪姿，对跪姿，学习李仁哥的经历。但你小心，脚小心。好紧张哦！哦，六分，六分，继续啊！哇，大家就还剩了一下两，就无聊。没有人想离开冷气房。哎，可以，可以，跪在这里哦，你说好，跪在这里哦。就到这边，就到这边，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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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下要上犀牛车去体验，是的，是的，是的。谢谢啊，辛苦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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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们去，辛苦了，来，下个任务做。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赶快按下订阅频道，加上小铃铛。请问今晚住谁家？赶快来订阅哦。